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7月24号，旧历的6月28，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麦，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东风台麦德姆即届变无来造成 KO 甲保盐的蔬菜损害，市场的蔬菜价效应该真紧就会当来回稳。像一个出门前的机车无缘无故，予人弄个解体哦。有一个是在肇事者无报案，颠倒驾现场，汽车零件是收甲真清气，然后逃跑。12年国教就是招生考试成绩出炉，彰化县有考生的作文哦摕到满分，而且阁予教授选为者犯规。好，来恭请这新闻头一条来关心这个麦德姆风台离开台湾。根据农委会统计哦，全台这个农业损失哦将近有3亿哦。不过好消息是，咱彰化地区哦蔬菜主要的产区溪湖甲保盐并无来受损哦。这三地蔬菜价效应该会当回稳，请消费者放心。风台过了后，农民赶紧落田来巡视，无论是花菜或者是葱啊，拢还阁真水，并无受到风台影响。农民讲，即届风台对彰化来讲算是无啥影响，雨毋是真透，雨嘛是一阵一阵落，田水退了紧，都袂造成农作物上大的损害。盖吼风台来讲，对咱彰化都刚好比较还好了，就是以彰化县来讲，它的风跟雨都还不会说很强，不会像其他县市那么严重。所以对蔬这次花野菜的影响，目前来看是啊还好，不会说有影响很大。那现在目前是要看大概一个礼拜后，整个天气好，气温如果太高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可能要在一个礼拜后才会看出来。农民讲，虽然风雨无大，原本嘛烦恼，风台一过马上出大日头，蔬菜无去予雨水淹着，突然间出炎热，恐惊会予农作物冷去。是咱遮，啊，凶个别的地方唔知影，像阮即个田较悬，所以才会无影响。遮啊，凶个出离开吼，伊会遐哩，吓惊烂去。关府农业处人员表示，即届风台对彰化农业损失算是真轻，到目前为止也无传出重大个灾情。即几工各乡镇公所会来会诊各地灾情查报，就会当知影正确个农损数字。大专新闻张世良综合报道。啊，那过来来看，这敢袂伤过离谱？罗岗镇复兴南路24号，是咧发生一件离奇的车祸哦。这戴姓男子哦，停伫这厝门口的两台机车，意思乎轿车弄甲解体哦，机车车体是变成一片一片的废气哦。哦，一个是哦，这肇事者阁无来报案，阁将现场哦弄甲这破鼓鼓的汽车零件，全部是收甲真清气哦。专案哦，目前等于警方伫处理当中，收啊，规样破掉，啊，咧，咧石头啊，规样破好破啦。机车轰动甲破碎，零件四散，连路边树木、树皮嘛，互烧掉一大截。土块、阿毛土、规地嘛，拢摇摇起来。我有听到嘣声，哎，迄阵我有搭站过，当下啊忝嘛，啊有咧困，啊，我某有听到嘣声，当作伫个路口遮，啊无注意，结果落来的时阵门开开。两台车已经变这类型的啊！机车车主戴庆雄是真生气，大骂这个肇事车主真无天良，弄到机车竟然无报警，惊被人发现，佮把这汽车弄坏零件全部收拾甲真清气。是个车顶啊，系啊，啊，即下个车来问看卖，这是甚物车啊？啊，来调监视器来看卖。所以你觉得他还有下车捡东西、啊？一定有诶，因为伊弄到安尼吼，伊个头前个车物件一定拢拍伊。所以讲，伊只完全拢无伊个物件，拢无伊车个物件，带这两项伊有可能捡无到，因为这项是飞伊个路的内底，伊捡无到的。
警方调查，这两台机车就停伫咧民体头前，由于弄到的力量真大，机车互弄甲解体。民体处主听到这弄到的声音，起初阁以为是路口发生车祸，哪会知影是出门前的机车互弄甲飞飞出去，变成一片一片的废铁倒伫咧路边。过分啊！你弄到吼，你上无你嘛啊，甲人讲一下，唔是。你像安尼啊，长头都往拍去啊！啊，临时命命，人要交倒来要上班啊，看要安怎上班啊？停伫咧出门前的机车，无缘无故被弄到，还阁规个解体，零件也阁规涂骹，可见这个弄到的时阵力量有偌大。啊，那这个肇事的车辆到底伫咧倒位？警方正咧调阅附近的路口监视器，要将这名恶质的驾驶甲抓起来。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十二年国教上路第一阶段高中级免试入学了后，就是这个特色招生考试哦。这考试成绩出炉，彰化县这届虽然哦无来出现这262分的满分考生哦。不过，说是有科生哦，这作文是摕到满分，各项选择范本，某科生哦，这会考的成绩是达到5A 加加，捡来六本，并得奖，不但入围考到第一志愿，一个是全彰化县的榜首。十二年国教高中特色招生的考试成绩出炉，彰化县并无出现满分262分的考生。彰化科区的榜首是金城高中数理资优班的毕业生黄玉轩，在进前的教育会考摕到5个 A 加加，却因为超额必须的竞赛分数，还有体适能分数偏低，并无如愿考到中中。玉轩讲，当时真正真失落，才会放手一搏来拼得奖。有点失落。怎么说？就都考这么好，努力考这么好，到最后还是没有上。你那时候考什么样的分数？那时候5A加加六几分。所以连作文都是六几分，但是却第一志愿却落榜。有没有哭？没有。那你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在拼特招吗？对，还有读高中的。高中级特色招生考试，彰化科区总共705个人报考，中中预计招收340人，园林高中160人，总录取率高达72%。因为彰化科区只有3个志愿会使填，预计8月初2放榜。因为国考有加权计分，预估中中上届录取分数落伫153分左右，园中大约125分。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彰化市的 U-Bike 人气真高哦，这彰化县政府哦，就讲准备要伫园林建置这第二站的公共自行车租借系统，第三站卖规划伫鹿港镇哦。广告了后，马上回来。彰化县政府掏路宝贝啊，来啊！马上就业，幸福加倍。小米，凯擘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只要999哎！真的吗？今年只要999。凯擘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抢先上市只要999，再享6大免费优惠，快拨0809-009-658，台湾大宽屏同步优惠中。家的大哥大姐，都是环保志工队的伙伴，因为珍惜家园，咱对环境清洁开始，不分男女老幼。只要爱净化，志工团队欢迎你。绿色家园，环境好，同心协力做红糖。锁定 SciFi HD 频道，每周五科幻电影夜，按下遥控器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赢得新加坡环球影城万圣节之夜3天2夜行及遥控飞天沙等多项大奖。快拨0809-009-658，或上凯擘大宽屏官网查询。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
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今天的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6月29日。根据这个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哦，讲在正西方，何时是在起在1点到下晡的1点哦。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好，继续要甲乡亲报一个好消息，就是咱彰化县的优拜客哦，第一站哦，彰化市自这5月22日试验运两个月以来，已经有超过260,000人来使用哦。因属在彰化市优拜客的高龄器，彰化县政府24日，讲嘛甲捷安特公司来签约哦，准备要伫个万林火车站顶10个月所在来设站。馆长邓片完，甲捷安特公司的董事长刘金平共同签下契约书。中部地区第一个有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彰化县，可要再增加营运的乡镇。初期将选定在万林火车站的前站、万林顶公社等地点，选定15个地点设站，预定在12月建地完成，提供450台以上的公共自行车。到园林要启动我们的第二站，就是园林。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我们会在园林的机关、学校以及民众常常出入的车站场所，我们会设置15个站，我们会有超过450辆的微笑单车来为大家服务，我们来启动节能减碳的便利生活，并且可以解决市区公车不足的问题。彰化 U-Bike 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彰化这么受欢迎，道馆长也透露，彰化县除了彰化市以及24号签约的园林镇以外，鹿港将是彰化的3站。谢谢我们地方乡亲的支持，我们要继续的让彰化延续幸福，下一站就是鹿港，请大家拭目以待。官府表示 ，U-Bike 设站以着火车站、公车的停靠站以及学校、观光景点定位中心，推广的初期也会比较着彰化市试验运同款，前30分钟免费，让民众以及观光客拢会当享受着 U-Bike 带来的便利。大众新闻张世良、关林采访报道。今年2月份，劳动部挂牌成立原本属于这个劳委会的彰化就业服务站，也来改制哦，成为这彰化就业中心。26号这礼拜六，彰化就业中心哦，讲嘛要伫个这彰化市的中校国小举办大型的就业博览会，邀请35间的厂商提供超过1500的这块和求职或者是专业的民众。劳动部今年2月挂牌成立彰化就业服务站，也来改制彰化就业中心。除了继续提供求职民众甲厂商一案到底的服务以外，也会加强新进者、中高龄等特定对象的就业服务。改制以后啊，我想在整个彰化就业中心，我们会提供更提供民众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职涯发展的一个服务。那我想整个在未来我们提供在整个就业服务，那我们会结合职业训练，那还有就是在技能检定，还有创业的部分，我们会提供这样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想我们可以提供民众一个更完整一个职涯发展。应用着求职的旺季，彰化就业中心伫26号这礼拜六将要伫中校国小举办大型的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超过1500的职缺以外，也安排企业的高层经理人来辅导求职者写履历以及面试的秘诀。邀请的企业的高阶的主管，这个 CEO 的部分也来可以协助
对于就是没有经验在找工作没有经验的朋友，我们会提供他就是协助你如何来面试，模拟面试。那另外就是在你的整个一个履历的一个撰写上，怎样才能够增加你这样录取的展现你的优势，还有你录取的一个这样的机会。中华职业中心强调，礼拜六精彩活动的求职好康是有限制名额，想要接受辅导的求职者，上好是提早到现场。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彩虹报道。为了要让彰化县内儿童和青少年更加了解自己的权益，按26号开始哦，这彰化县生命线协会更加乒乓草儿童剧团合作演出《高塔里的小公主》，将巡回彰化县演出六个场次哦，借着戏剧让民众来了解法律以及自己的权益。用戏剧来进行正能宣导，这回对象是县内儿童甲青少年朋友，主要就是要让因知影儿童甲青少年保护法。儿童甲青少年保护法的主要宗旨是保护儿少的生存、受教、表达意见、甲社会参与等权益。透过戏剧，让囡仔知影家己的权益，佮较予大人用正确的方式来保护咱的后一代。这暑假期间，到我们各地方去巡回演出，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我们社会共同来参与，把儿少保护这样的观念能够落实。那最主要，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巡回演出，把儿少小朋友的权益的保障的部分，真正落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看我的厉害！这六场巡回演出将对26号开始巡回彰化县做演出，落实着儿少保育，让囡仔会当健康成长。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彩虹报道。这个泡菜加鸡块薯条以及冰淇淋包入去这红豆饼皮里面，煮味接起来，唔知是安怎？秀传一个广告了后，带乡亲来去品尝。如果你想要聘雇外劳，必须要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聘雇外国人之前，请记得三步骤：加、检、看，要加入劳健保，检验证件，看清相片。合法聘雇是王道，外劳咨询没烦恼。做市长要处理代志真多，一天公务甲照顾市民是我的责任。好佳哉有厝内人体谅佮支持，我才我都全力向前冲。有你的关心，爸爸会更开心。祝天下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锁定 SciFi HD 频道，每周五科幻电影夜，按下遥控器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赢得新加坡环球影城万圣节之夜三天两夜行及遥控飞天沙等多项大奖。快播0809-009-658，或上凯擘大宽屏官网查询。大中华新闻，好新闻继续来关心哦。这个虽然风台都走，说了来天气阁会恢复成这热天的形态。天气小热，吼，真侪人是感觉真无爽快，除了会一直在流汗以外，同时嘛来感觉这精神是无介好，定定会来爱困。因此，这江滨秀团中医部的主任哦，吕友文就来建议民众哦，讲会当啉这个中药饮品甲食疗来达到解渴以及提振精神，并将伫咧厝内买当家己来 DIY。
种着烧气，透着淡薄的红色色水，还佫散发出一阵一阵药草清香。热天一到，天气又佫热又佫湿，中医师就来建议，会当来一杯热天的茶饮，消暑又佫补气，养生中药茶饮哦，包含即个厚朴、白扁豆、山楂、麦门冬、甘草等等。其实他又常常用的那个清热化湿代茶饮，它里面的药材其实大概就是一些像荷叶啦、淡竹叶啦，那还有一些橘红啦，还有一些石斛，那可能大概主要还有鲜芦根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它通通都是一些比较清热利湿，然后有那种消暑作用的一些中药。那平常的话，用这些东西可以把它煮成一锅，就是一壶，然后平常啊。放在冰箱里面，然后等到平常口渴的时候，常常拿来喝，那对身体的那个水肿排除有很大的帮助。消暑养生，除了饮中药饮品以外，买当食补。即马当内大出的菜瓜、苦瓜以及莲藕、绿竹笋，来做这个开鼻，吃起来都真清爽的料理是真适合的。夏季比较盛产的食物就是马祖笋。那我们是以凉拌的方式，然后这样子可以减少它热量的摄取。那估计一个人的话，因为有加上一些纤维的那个沙拉酱，所以大概是80大卡左右。那汤品的部分，第一个咸汤是以莲藕汤，那莲藕也是夏季比较盛产的食物。那我们因为它里面还用一些排骨下去做烹调，所以大概热量一个人也是大概140大卡。这三贴热天饮品中药配方，都会当用水煮的方式来代替饮料，吃一挂青菜，搁啉一杯这养生茶，就会当健康养生过几个热天。高雄新闻林君乐刚采访报道。蔡民众来去吃好料的，印象中红豆饼拢是红豆奶油两种的口味，伫咧秀水就会点过，特别研发出韩式泡菜、韩式炸鸡以及冰淇淋口味的红豆饼。这款的新口味酸酸咸咸、冰冰凉凉，是推出了这顾客一只就调的，很好吃。很赞，红豆饼皮一倒入去鼎内面，擦擦叫，香气嘛马上飘散出来。规排红豆饼有红豆、奶油、抹茶等口味，但这个加鸡块加薯条，混上韩国酱汁，然后包入去红豆饼皮内面，吃起来气味是特别无同款。很像在吃鸡排，可是它是红豆饼，所以它觉得很特殊。用那个红豆饼皮来做，所以吃起来真的是味道真的很特殊，很不一样，好吃。特殊的口味，还有一个成功辣泡菜、堪西玉米起司、柠檬 Q 乳酪，民众吃一解马上调的，一嘴接一嘴停不下来。这个起司非常好吃，而且里面不仅有丰富的起司，还有玉米，然后咬下去之后。整个气势会爆出来，让人家一吃再想吃，很好吃。韩剧特别的流行，那我自己也蛮喜欢吃韩国烤肉的，所以我们就把韩式料理里面的炸鸡搭配小朋友最爱的薯条，然后包在红豆饼的饼壳里面，然后外面淋上呢特制的韩国烧肉酱，让红豆饼吃起来很像炸鸡，又很像红豆饼，就分不清楚就对了。那还有一个是柠檬 Q 乳酪，那柠檬 Q 乳酪它主要是 cheese 蛋糕的奶油乳酪的味道，那加上抹吉的口味，让它吃起来酸酸甜甜又 QQ 的，口感会很丰富。那还有抹辣泡菜，韩成功辣泡菜。那成功辣泡菜的话呢，是我们一个长久以来的客人，他那时候读成功高中，现在已经上大学。他有一天跟我说：“红豆饼妈妈，你可不可以帮我研发一款好吃的泡菜口味？我还蛮喜欢吃泡菜，所以我就帮他做有带有梅子味道的辣泡菜。”然后头家就从新口味小乎乎的红豆饼变成冰的，那吃起来冰冰凉凉，连饼皮嘛酥酥脆脆的。哇，冰淇淋的，不错不错。业者创意改良传统的红豆饼，嘛，让不少民众吃到无同款的美味。大中华新闻林君秀水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总交易量哦是42公吨，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29.3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当归上价18，中价14，下价8，高丽菜上价40，中价34，下价23。
包心饼上价22.5元，中价17，下价12元；菜刀上价75，中价60，下价40。我上价25，中价20，下价15；刺瓜上价34，中价21，下价10元；花菜上价40，中价33，下价20；果果上价28，中价20，下价8元。桥上价60，中价39，下价20。葱仔上价70，中价48，下价30；金瓜上价26，中价18，下价12元；菜瓜上价30，中价23，下价15。虽然麦德姆的风台警报已经来解除，不过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在起哦，讲嘛来发布这路上的强风特报。另外哦，南部山区嘛有机会会来发生这大雨或者是豪雨的机会哦。预告这外围环流只会影响到24号，明仔哦拜五开始将会转为这五号准号的天气形态。以上就是今日7月24号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定 Sci-Fi HD 频道，每周五科幻电影夜，按下遥控器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赢得新加坡环球影城万圣节之夜3天2夜行及遥控飞天沙等多项大奖。快拨0809-009-658或上凯擘大宽屏官网查询。凯擘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抢先上市只要999，再享6大免费优惠。快播0809-009-658，台湾大宽屏同步优惠中。惊中风，血爱通，血路未通，就是血路血库。会做心眼骨啊呢？硬正，头晕目眩，脚麻手臂，胸腔杂杂，甲你清血油，通血路，稳定血压。凤七肺爱通，河南健康万事通。凤七肺爱通，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凤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凤七明目丸上好。惊中风，肺爱通，血路未通，就是血路血库。凤七肺爱通，甲你清血油、通血路，稳定血压。河南健康万事通，凤七肺爱通。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凤七明目丸效果好，
目睭才会看得清清清。纯中药，防止明目丸上好。